玉池龙岩能碰，我碰不得。 龙王，刘英姐姐就是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会好了。啊，你走了，你不能留醒了。你们俩呀，他的心里全是你。 你的心里有全是他，这不能在一起，真是没天理！啊啊啊！细雨绸缎，铜兔皮毛，还有这些。 绿豆哥，桂花糕，栗子糕，龙王大人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你特别不好相处，不好接近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你好细心哦。你别光看这些吃的穿的，这些药材才是最珍贵的。我青青这下彻底服了你了，你真的是仙界楷模，男性之光。看来真的是真爱无疑了，敬佩啊。那这些。 就交给你了。龙王真好啊！看来是罚你唱歌罚的还不够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尉迟龙岩能碰。 碰不得，那我不跑了，行吗？你先把我放开。你跟尉迟龙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俩没什么关系，我们是朋友，好朋友。只是朋友，他会赠你这么多珍宝，你一个鸟妖要这些有何用？尉迟龙岩就是比较大方嘛，哎，疼。这些东西。 罗峰阁没有吗？你是我的庇护，你的就是我的。 替我谢谢尉迟龙岩的大方！啊！你这个大坏蛋，拿刘莹的东西干什么？哎呀，这我怎么交代啊？